先你们穿越了森林，穿越了河流，然后来到了我的游牧房间，很开心见到你们。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故事来到了这里。然后首先我想要先介绍我的第一个房间给你们认识。这个房间呢是我的书房。书房其实可以看到，从每个人的藏书当中可以窥见那些人的一些内心。所以我想要向你们介绍一本书，这本书对我影响很深刻，它叫做《刺猬的优雅》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？有些人有看过，对。它其实在讲说，每个人有的时候会需要扮演一些该角色的定义，然后其实内心有一些宝藏是没有办法轻易的对外人展露或者是诉说。但是我想你们现在在这里一定都看见了我的内在，我相信你们已经看见了我柔软的刺猬。Oh,